有6000多位会员的彰化市老人会，为着要让会员有运动的机会，在今仔日举办一场乒乓比赛，让会员间会当透过乒乓做运动，以求会友。虽然因的年岁较大，拍乒乓的技术嘛唔是真好，但是会当出来运动拍球，互因是真欢喜。哇，啊你有啊？有嘞，有。78了啦。是吧？啊，那就要拍球。啊，都运动啊，对身体用啊。哦。哎呀。是啊，对啊。哎呀。真的哦。啊，人生就要运动嘛。彰化市老人会为着要让会员有机会走出户外运动，今仔日举办一场桌球比赛。透过这场活动，让会员会当互相联谊。除了桌球比赛之外，后个月阁将会举办保龄球比赛。咱今仔日办桌球比赛，啊，咱遮拢差不多65岁以上，啊，咱的会员有差不多6000多个，啊，今仔日报名200多个，啊，咱办这个比赛是真好，咱每个月都咧办比赛，啊，这个桌球比赛促进咱老人的运动。啊！咱政府吼都原啊真重视咱这老伙仔，啊，所以这老伙仔踊跃来参加。未来后个月吼，大概要办保龄球比赛。啊，保龄球比赛啊，搁侪人哦。今仔日咧比赛是200多个，啊，咱保龄球比赛拢300多个，嘿，啊，查某较侪哦。啊，咱的政府原啊真重视咱这老伙仔啦，啊，所以老伙仔爱行出来。啊，才会身体健康平安。前立委陈姐表示，乒乓是一项真好的运动，真适合各年龄层的人来运动。这个靠着咱彰化市老人会关心着咱老人的健康，所以每年办真侪只活动。啊，当然今仔日办的是桌球比赛，啊，咱上面咧讲的讲要活就要动。啊，同时吼，因为咱桌球对咱人的身体来讲帮助真多，所以我加上这个机会。台湾已经进入老人化社会，彰化的老人比率比厝市的囡仔佫较侪。彰化老人会透过运动比赛，让会员会当拍出活力，拍出健康，走向一个快乐的人生。新彰化新闻，白明玲彰化采访报道。